哇，你完美啊，打翻场先得唔得啊？好啊。Round one。控制部机械人主要是靠电话用 WiFi 连接个 App， 过程都算简单嘅。各位心口唔好掂，唔好掂我心口。入去中路，前后左右至少有五个 sensor， 一俾人打中就会扣 HP 值，如果爆头或者中心口就会扣多啲啦。全身有九个关节，嫌啲招唔够劲，技能库就可以揀唔同嘅招，以唔同姿态击败对手。都唔公平嘅，我要加枪。武器都有几种嘅，枪就固之然屈机啦，但近战就要靠呢把有磁石嘅长剑，扣血超劲啊 ！Round two， 走。哇哇，唔使咁差，小心！哇哇，小心！闪得咁快，一啲都唔古怪啊！抵咗由四个全向碌咗成，所以就算咁重都行动自如。快啲快啲快啲，转转转转转，中斗中斗，死咗添！其实今次是我第一次接触呢类型的 product 啦，呢类格斗型的机械人，我觉得是很得意同埋好亲民。最喜欢一样嘢就是佢可以换武器啦，换武器的时候要自己上螺丝同埋驳翻啲电源，咁就真的有一种帮佢上 gear 去打仗的感觉。难啲控制的点就是佢个方向键，因为佢向前又不是向前，佢向后的时候又好像向前，因为佢嗰个方位系会不断转换。所以我觉得玩玩下就会玩到好沮丧啲。差咗个几钟头多啲，都玩到半个钟嘅。唔知大家又觉得襟唔襟玩呢？换生活，乐科技 ，Unwell Dash K。